李志，那接下来是倒数第二感染者，他们是我们一八的学长们，然后他们今天突然说他们想要来唱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，所以我们就请这一八的学长上台来表演吧。源自于昨天，昨天发生什么事情？昨天发生什么？余光中先生过世，就是乡愁是什么？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峡，海峡峡，甜甜的香蕉，甜甜的鱼，肥肥的香蕉，肥肥的甜。你是一个白白的天使。白云无比。今天有没有看天空？今天的天空很稀啦。好，希望大家能够，我们陈团理念就是希望能缅怀余光中先生。那我们来谈谈，OK， 等下我们来谈谈我们刚刚在做什么吧。你刚刚在做什么？我刚才在梦竹，然后听到要成团，我就骑着机车过来了。刚是不是有谁传讯息给你？刚才是章鱼哥传给我讯息。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一个人问你，问我、不是传讯息哦。对对对，今天有个人问我说，今天会不会来卡 K？ 我跟他说晚一点。那个人是谁？那个人是周敏恩。我们请周敏恩。周敏恩是不是在台下呢？我们请他站起来跟大家打声招呼，打声招呼。嗨。我刚刚就在雾图念书，然后旁边就坐周敏恩，而且我现在非常担心一件事，就是雾图好像关门，可是我东西还放在那边，那等一下会有人帮我去拿吗？台下如果有人会开雾图的门的话，对，真的吗？不能开吗？啊，好，好，不重要，我们先唱歌好不好？不要拖大家时间了，好。Thank you.
缺口教我的这支歌，为我歌还让你欢腾。曾经我的依靠被你倚在地桌上，你的声音到底在我身旁，怪我不够勇敢，力量的就能取暖，不断争吵还要加藤，故作坚强，击败了你是击败人，对你的期望太高，玩弄了我太伤人，又被击败了，你是最超然的击败人，我才刚刚交出真心，你却口交我的真诚，泪流某个海洋里翻腾。啊啊啊啊，你却口交我的真诚，泪流某个海洋里翻腾，你是最巨大的击败人。击败人，击败人，你自己好了好了，开个开个好了。我知道你们是很临时成团的，可以唱得这么好，已经超厉害的人，你们至少可以排到今天前三了，我猜。那我们直接请评审来讲评吧。讲评一下。哇，唱得太击败了，真是击败我们了。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选歌选得不错，选歌选得不错，能感受到为什么就是要唱这首歌，余光中的关系吧。对，就是他们都是被文学 inspire 的人。我懂你们了，nice bro, nice bro。好，我们谢谢一八级的三位学长。